据悉，《陈情令》改编自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由墨香同秀著。该剧由肖战、王一博主演。讲道理，原小说《魔道祖师》本身对义成祖的描写就很简洁了，每次重新看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过，老珍惜了。我自己对薛洋、小星辰和阿晶的三人生活是很喜欢的，无论阿晶拿什么烟渣的话骂他，他也不生气，还笑吟吟地听着，但是阿晶一样厌恶他，还说小星辰倒了八辈子霉才被他这口恶心人的痰沾上。这是薛洋的痛楚，当初也是小星辰的你真是太令人恶心了，让他眼里已许久不曾流露的凶光再次出现。阿晶下场凄惨，好像是预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果。阿晶或许是薛洋知道了向小星辰告密的人就是阿晶，由此恨他也不无可能。阿晶成了鬼后，薛洋就没再管他，否则他怎么躲都是藏不住的。他这一时的心软，却让他在面对蓝忘机和魏无羡的时候被阿晶暴露了行踪。我觉得薛洋对阿晶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，这难以言说的感情在剧版大量删减了情节的情况下更加扑朔迷离了。在剧版里我几乎感受不到他对阿晶的感情，阿晶实实在在的成了一个只用于推进剧情的工具人了。哎，电视剧看完后我又忙不迭地看了他的原著小说实体书《魔道祖师》，是无删减版，果然原著小说比电视剧内容要更加丰富更精彩，故事内容也更加细致全面。相信很多令牌看过《陈情令》，但是没有看过原著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在这里我想建议大家都看一下原著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毕竟电视剧是根据原著改编的，原著里面的内容很多都被删改了。偶尔想起什么剧情，我都会找出实体书翻阅一下。假如你也喜欢《陈情令》，不妨收藏一套《魔道祖师》吧，点击下面商品卡里的去看看，即可获取《魔道祖师》《天官赐福》和《扎反》这套墨香三部曲，值得珍藏。